出人物来踢馆，天才冲冲准备接招。我们全面都赢他们，他们会走秀，哎，我们会走光。对，我们一口气把全部干掉，好不好？不要这么没志气的，这个嫌隙太大，你就不要输。 我们今天如果赢的话，你要免费来上民国出任务。而且要上三，那我说他们输了，他们把三级的所有通道费送给我。哇塞！也有可能在那个在金，在矿块。哇塞，养成这样的，不要打。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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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哦。赶紧上天才冲冲脸书粉丝团。好像比同学小哎，有问题吗？雅培小安素算是一种必需营养素，超越一般奶粉，早晚一杯，健康成长看得见。雅培小安素。The new number 5, Chanel. Brace for impact. What? Brace! Heads down. Simulation showed that you could make it back to the airport. Not possible. I felt it go. 萨利机长。Lou, the new number 5, Chanel. Joke FS 学生优惠3000元，再送丢车赔车保障。天才冲冲冲！欢迎收看《天才冲冲冲》哟吼！我想所有观众都知道。要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艺人呢，没有18般武艺的话，或者脑筋不够灵光，他们是不敢上节目的。对，就算通告费再高都不敢来赚。真的，基本上从接到电话的那一刻就已经唰的蛋了，已经吓到了。我要不要接？我要不要接这个通告？他会想半天。所以今天呢，听说有人下战帖，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制作单位呢特别组织了一个叫天才队。哎呦，这里面所有的成员。都是在我们里面资质相当高的，经验值很高，当然可能也有卧底的。有，说得好，来乱的都。说卧底的就是呢，这个脑筋还没有修复好，脑筋不够灵光，插队在里面。简单说就是提早出院的朋友，哎，没有完全没有痊愈，没有痊愈就出来了，好不好？来，号称天才队，今天他们是超高的经验值，欢迎天才队。介绍我们这边下战帖的朋友，组队报名的参加，强调自己长个子也长脑子的名模队。陈志贤、李天骥、李毅、陈以乔、大凯、陈志贤。跟身高而已啊！我跟你讲，我前面的开场白哦，我讲完之后，我再看过去啊，哎，不好意思，有点夸大。没办法，你也发现了对不对？
我再一看到迷谋队，哎呀，不用怕，安心了，真的，你真的长个子也长脑子的不容易啊，真的。他们今天要宣传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是的，来，什么消息告诉大家？叫做是，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名模出任务呢改播出时段啦、啊、每周日晚上10点起要记得锁定我们的名模出任务、啊。耶、yeah! 闪电闪电好了我们前面虽然都一团和气啊、嗯、但是这一开始不得了我们就是三战两胜、嗯、好不好最后是要惩罚的、啊、我跟你讲我们全队接受处罚哦这一定的对我们随便都赢他们他们会走秀我们会走光是不是谁录啊？你们在走三吧？什么效果？这什么效果？走中吧，我们刚刚也走中。各位，马上要认真了。好，第一个单元，第一个单元，你是我的爷。现在你的位置。Ladies and gentlemen， 刚才已经看到了。所以我们的前景在非常非常好吃到底原汁原味的苦茶所衬托的就是刚待会要喝的那个队伍各位这个比赛之后马上就知道谁是卧底的谁是提早出院的电奶哥基本上我觉得第一题出来之后呢我就会知道我旁边这位是不是我为什么感派这个组合真的太感梦泽就靠你了太感阿诺也很久没有出来了来，抽到三张你们不要的提示。好好抽，好好抽，好好抽，好好抽。他不要的提示第一张。哎呀，这还好。不是，我们不是演的，他们不是重要。好好讨论过后，大家演不都一样？我们演好就好。不一样，有人演表演能力不好啊。这个不会啊。第二个不要的提示是。哎，这还不错，这也还不错。好哎，每个都好，这几个都真好。有一些啊，高手在民间呐、啊，对不对？对。第三个不要的提示是。哦。依他们的经验，他就会提示那个你已经知道的字。对啊，所以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不要这样想，不要这样想嘛，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只要注音留在里面都不怕了。对对对对，啊对啊，关键关键，他最喜欢就注音，注音对。好，给我。哎，你怎么没把阿杰老师提示抽掉？你不喜欢呐？阿杰老师念坏，不是我永远念很久嘞，不是我永远听不出来啊。你等一下，需要提示，小声一点。请抽题，来喽。好，我来抽了，抽抽他们红色，红色，好，抽掉，抽掉他们，抽掉他们红色，抽掉他们的红色，对，拿掉，抽掉我们的红色，没错，就抽掉。心是这么小吗？一，没有，一定五个字以上。心电感应，心相印，哎呦，心肺复苏术，心肺复苏术，五个字，三十秒计时，你的心会被演。我演肺，好难。今天在差不多。你演心心，心肺，肺，你跟他演一样，演肺肺啊。不能比，不能比，要演，要演那个肺啊。输，没有，输什么？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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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输。没有，还是自己跟自己猜拳啊？输的，输的这只。好，输好，好不好？好不好？好，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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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一个输啊。输啊，输什么意思啊？输。输。谁休息？谁休息？谁休息？快点！谁休息？谁休息？快点！我爸爸。谁休息？很多钱，很多钱。休息一个，休息一个，快点！谁？谁？谁？冰姑，冰姑，热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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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休息啊？对，我休息啊。休息啊！帮忙讲完了，休息了。准备，我们看一下你要怎么表现。好，走。这么多字啊？对啊。你是我的眼，第一题直接答对就两分了。好，好不好？五个字。准备。还蛮简单的。来吧。一个字。一个。猴子，猴子，贝贝，贝贝，贝贝，猴子，贝贝，金圆圆，金过头，贝贝，飞行，小哥，小哥，小哥，模仿，小哥，奶哥，奶哥，奶哥，有钱人，有钱人，付钱，付钱，付钱，剪刀。哎呦，有字，还有一个，哎呦，有字，有字，有字，十五，十五，我太会了，普通人，普通人，你太强了，潘亚文，朋友，朋友，我算，哎，好猛啊！
30秒计时，真的超大无畏，不是不是最后一个，他有开始演吗？有开始演的，我跟你讲，记者，第一个不是猩，就是金刚，猩或金，完了，狒狒，猴子或猴子，狒狒，对，有可能。然后第二个是狒狒，人猿猴子很多了。沸沸扬扬，那个是小沸沸玉清嘛？对，一定是沸沸玉清。因为如果是小哥小的话，他没有必要有可能模仿沸沸玉清。沸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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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直接答对就是两分，非常恭喜你们，所以答案是心肺复苏术，心肺复苏术 pass。 等一下，你进步个屁啊，你还讲心肺复苏，你还什么都没讲到。我有讲心肺复苏，没有没有，你说术，许梦泽真的厉害，许梦泽好厉害，还在那边狒狒，除了狒狒星星不是这样子演的，那么星星怎么演？星星跟狒狒不同意，星星不同，没有，星星跟猴子不一样，不一样，哦，对对对，怎样？那怎么演？猴子怎么演？星星会在地上，会在地上，星星会在这样，会在地上，对啊，星星是会在地上，星星是这样的，猴子是这样的，猴子会咬，那星星呢？星星呢？星星呢？那狒狒呢？狒狒呢？狒狒呢？肺炎肺玉清啊，对啊，对，哎，那个素谁叫你这样演的？素，要演素兰呢？为什么？素兰就很慢啊，动作很慢啊。你说什么？小儿麻痹，小儿麻痹，来，刚刚他只是动作比较慢的事情。我们那个教，我们一直跟他讲素素怎么演，他都没反应，他到最后出来就这样。素啊素啊。好，答案是心肺复苏。直接得两分，警察还没喝到。第二题，请换小钟，来，哎，另外一个要强配我强一点，拜托拜托，这个单元我很烂。来，这位，哎，这两个真是我们里面卧底的哦。小钟很烂呐，这个单元我强，但是不要，他比那个杨子怡好很多。手机，戴耳机，这样子。你就是了，真的，你只要斗到两个，差不多就知道，差不多。心肺出来就差不多。我来抽，我来抽，我来抽。另外一个，刚猜对的，对，洪佩玉，好。哎，这个再一次答对了，就我们就直接请他们最后总惩罚了。那就不用玩了。庆功宴。对，刚刚那题一定啊，这算中分题。庆功宴，庆功宴比较可能。对啊，很近。三十秒计时。三个人，谁演？三个字，冬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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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弓箭，来，剩下三个，还有两个，好，来，你们三个，我，好，好，就这样子了。表演的当中过程中不要有任何的点头摇，好，可以了。什么叫你要好好亲？好，等一下，我叫他好好亲。我知道，来，来，小伙子，他们得了两分，不能开玩笑了，演全部重演处理。哇，好紧张啊。谁到马上讲答案？三个字而已啊！你是我的烟，第二题，然后加油，没那么容易，我跟你讲哦。三个字而已，有没有？你是我的烟，不要点头摇头哦。我没有啊。哎，我们可以改他第一个。不要，换人演。没有。你是我的烟 ，ready？ 大声，亲，嘟吗？然后花枝，亲，滚摇啊！色，公，
建侯老清色公公建色清色什么？黑色建色建太阳清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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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有了，有了！那你是卧底，等一下，等一下，我要知道小钟有没有？小钟卧底吧，他没有。我知道清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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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宫图，对不对？清宫水上漂，不是图，不是图，不是清。知道，知道，知道，知道。清宫弹，清明，清宫宴，清宫宴，对啊，清宫。你都讲出来清宫夜，你刚才有一种喜出望外的感觉，清清宫夜，我今天我已经讲出来了，清宫吞，清宫吞，我们干扰的还是不够，不够。他们每比一个字就往别的地方走，你知道吗？我要我讲小钟，第一个那个他演亲亲亲，第二个他这样子，然后他都是，他都这样，哦，公公公，第三个吞吞吞，耶耶耶，清宫宴，到现在还不知道叫清宫宴，恐怖吧？以为有恐怖吧？有没有可能他们把最简单的两个都抽走？对啊，最简单，最简单，最简单。冠，我们预测还是不投票耶！我们必须让他只赢这个单元，要不就是我们待会也是两题都直接答对，好，好不好？好的，这一集各位观众朋友一定是不够长的，各位小心了啊！你待会我们也是一次就答对，拼命答，担心，我不用担心啊。你们这都会把这一关拉惨，不可能。我们有感觉到这些苦茶放久了是不新鲜的，我们一口气把它全部干掉，好不好？不要这么没志气的，大家都说，全部人还这么有志气，好，两队，我得40分的，进程，我栽了，进程，攻守交换。你们知道一个有很有名的歌手，谁？叫毕书尽。说来来，好僵啊！必定会输到尽头。你要说毕书尽，然后你哈哈哈哈，为什么？他问为什么？拍姐拍姐，我们录完以后再聊啊。他问我为什么？好了，四笔袋，来抽三张。来，哎呦。哇，这感觉有点难追哦，轻松啊，加油，李毅，把阿健老师抽掉，不需要提示，来哦，哎呀，注意提示，有完了，被抽掉了，他们呢？被抽掉了，你以为呢？傻瓜，题目的类别，这个还好，这个还好。这还好，注音题其他都不算太重要。哪里看得到？这地球看得到了，无聊，台北看得到了。没关系，有阿健老师在，就起码多喝一杯了哈。好，先把那个抽出来。耳机戴起来，向后转。来了，两题都你们的。好，他同样是地球的表演。好，来，抽一下，抽一下。是哪一个？是哪一个？黄的。来，你是我的 ，Ready。下一位，拉拉哇，点点辣，甜甜难吃难吃，甜酸甜酸，苦苦苦辣苦辣，苦苦苦苦辣苦，烤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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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辣辣又摇头，下去叫叫烤叫，他没有表情，刚刚什么辣？叫叫叫叫叫鸭，赶鸭子上架。名模队扛把子挑战冲冲冲，却踢到铁板。鸡公鸡，鸡公鸡，母鸡小鸡。公鸡，鸡蛋蛋，鸡蛋。为什么要吃鸡蛋啊？不要，豆
小孩，要揍小孩，为什么？拉高。对啊，圆圈，站，切，画圈，贴，运，运球，运。运篮球跳舞跳有什么球是五个字的？奥运的奥运最奥运比赛项目，铁男躲避球，古代飞铅，古代飞铅球，天哪！你天哪！天不笑活了，谁说成不中他了？好冲！我唱，好来，是哪一个？是哪一个？黄色干什么？干什么？啊，不是哦，想作弊啊！不行哦，领衔主演，来，三十秒计时。领带，要演，领带，衔就在。鞋不好演哦，会不会是钱？会不会是钱？钱就是钱，住，主动去主动，眼睛，不能比，要比谁不会比啊？不能，他说不能比啊，不能演，我眨眼，来准备。要被打了！来，准备，你是我点，不要嘴口四个字，不要张嘴，好，眨眼，不能笑，什么不能点头摇头，来，你是我点 ，ready。打铃带，打铃带，打鞋，下一位，拉，哇，点，拉，鞋，难吃，酸。来选一杯。哦，大凯刚刚很摔嘛，是吗？我想到了，我就啊，喝苦茶，先喝了，干杯。啊，退火，夏天退火，好，让你们冷静一下。好苦啊！对，还不然叫苦茶。真的，哎，你比他们斗鸡眼。要不然我们下次给他加糖好了，加一点糖啊，好不好？敢喝吗？哎呦，干了。这一定很苦，你一整个脸都歪了，可以苦到脸都歪了。先煎茶好不好？是名模，好，好苦的。哇，你哇，哎，不要抢。哇哇，李毅，你不要喝太多，哎，今天很浓。演艺圈的没事，别人看得出来了。李毅都是演男的 ，man 的。来，注意看提示。第几棒再演一次？哎，来，我觉得第三呢？第几棒？你可以换着演哦，不一定要演刚刚。到第几棒？沈成哥啦，换着演，演的不好。第几棒？对啊，我觉得我们要不要三？没有一或三。第一棒，我觉得第一个字出来就出来了啦。第一个字，我觉得没有。那你怎么不要讲他？真的啦，大凯，你加演一百次都一样的。对。不要，他现在也不知道他在干嘛。第四棒，我可以改嘛，对不对？可以改。来，准备，可以演，可以换。你是我的眼 ，Ready？ 加油！又出声音，又扎嘴。狗不如犬，他是在狗吗？好，大豆，你会叫？我说怕不能出声音，他要出声音，来。叫啊！不要，
脚吗？向右转，向右转。脚，脚吗？脚。三十秒开始。脚。重点，他是该有蹲下来哦。蹲啊。蹲下那个动作是个关键。对。然后他的右脚伸出去，而且他脚张开。对，他的他脚张开，他到底蹲下在干什么？他一直比这个，一直比这个，一直在。他蹲下的动作非常重，他的脚，他脚。他要来我来呀！时间到，蹲到抬腿，母苹果的就对了。你想那公盘咸猪好咸猪肉，没骂人啊，不要再有事了。对对对，不是你叫肚子饿是不是？你叫他咸鸭，再变到一个咸猪肉，烤咸猪肉这答案很好，是不是想吃健康操？啊，咸猪肉啦，烤咸猪肉，才肚子多一点，咸猪啊。烤咸猪肉啊，答案有没有？最后是很像肉啊，是烤。没有，时间到了。第一次我就说我的案咸，时间到了。咸猪打什么啊？我知道，泰式的打泰呸。泰式有一个很有名的菜叫什么？打什么？什么猪的？一号，选一号。大凯有体型优势啦，他们在补我们前面答太快的时间。对，我看起码三杯啦，放心了。真的，本来这段他们现在没有头绪了。往泰国菜去想就对了啦，对啦，猪对不对？他不能跟你对话的，我不知道嘞，因为我没有做反应哦。知道我在看，可以观察我，我没有做反应哦。很好，今天举牌照我。哎哎，赶快喝小姐，不是聊天的时间。转过去，我叫保全啊，妈，他说长，一个一个。拉长什么？拉长什么？快了快了，猪拉长猪长，不要拉长狗吧？拉长什么？再三秒没有喝，再加一杯。五四，哎，给你们再加，赶快喝。国宴的方向，国宴。想菜色啦，加一菜色就对了啦。食物啊，对，食物，食物，你不要理他。赶快喝。是一种泰国很有名的菜啊！你看着大凯，你会想到什么？就泰式国宴。打抛！哎，完了完了完了！不要解释太多，不能再不能再给他了，讲太明显了啦！不能再给他。不是许梦哲，谁会啊？是很苦吗？来看看提示是阿健老师。哇，好，这基本上是签名。安静各位，好，这个基本上一听就知道了。来准备哦，神圣的一刻，阿健老师请。上山砍柴，上山砍柴，再一次，再一次，好来，再六次也听不出来。预备，阿健老师，打猪肉，打山，跟着音走，你不要自己去掰那个，跟着音走，跟着音走，你不要掰它，不要音色，音要对，音要对，山猪肉，啊，等，哎，老师，再一次，再一次，再给你一次，再一次。老师弹得很好，烤山猪肉，你画的不可以啊！明明就不是差太多了嘛，加了，不可以糊弄，我们要干扰，来三十秒开始，哇，不倒也吗？什么？领衔主演吗？领衔主演？怎么可能？你会知道为什么？太大了吧！啊，这个有用，太大了，太棒了！哎呀，烤山猪肉啊！太大了，阿健，我要问一下阿健，他平常不露营都在你们家吗？哦，弹钢琴他蛮弹钢琴的。阿健老师，你前一秒还在打抛山猪肉，后一秒就领衔主演。我懂阿健老师，天哪，我以后要多的提示，真的。这个有点聪明，我觉得有点聪明啊！你这是游地主才会猜对，有聪明，这比关洛英还厉害，这个。哇塞！来，领衔主演，正确答案 ，pass。答对。耶！老师好。哇！好了，他们只得到一分啊，只喝两杯。来换位置。OK 啦，没 OK。走了，谁？还有苦茶喽。好，上去。你要选坐哪一边？不是，这两个猜，我要猜，要猜到明天了。对，我们真想到了。我们完全跟影子融融为一体。戴耳机。谢老师，感觉你穿蓬蓬裙呢。
戴耳机，向后转，融入到，不用看就戴上去就好了。有经验比较，向后转，有经验比较快。来了，最后一题了，最后一题没得选了。哎呦，孤军奋战，孤单北半球，孤单北半球吧，孤军奋战，孤单北半球，很多是简单的吧？来，30秒，不要乱弹。不要嘴型，哭好了，蛋哭啦，哭哭。蛋呢？蛋，你要用谐音这样子。你们的音乐好嗨。孤蛋，那北。我们制作单位有没有来？我们准备换。不要讲话，我再次警告各位，严禁有嘴型，啊，好不好？没问题，好不好？完了，他们应该不会。拿下来。好，准备了哦。五个字哦。你是我的眼。鸡鸡公鸡，鸡公鸡，母鸡小鸡，公鸡公鸡，公鸡公鸡。公鸡公鸡。不能讲，我眼这个字。鸡蛋，你不要嘴型。鸡蛋，鸡蛋是怎样？飞。鸡蛋对啊，飞的好顺。我为什么要吃鸟啊？不要逗小孩，逗小孩，喂奶。拉钩。对啊，圆圈。蛋，切画圈，切太极拳，画笔，切鸡呀，鸡呀。这个最容易犯规的，这个哎呦，运球，篮球，球，会不会是不是篮呢？鸡蛋碰石头。鸡蛋，我觉得我有想到鸡蛋碰石头。对啊，鸡蛋碰石头。石头，以前最有名的啦。哎，对耶。哎呀，你不要再干了。我为什么干？李毅这个是屎还是蛋？李毅是屎还是蛋呢？李毅，都干了。给给你们，慢点再舞。鸡蛋碰石头。来，选一杯。一号，哎呦，要尝到苦茶喽！你选这么干脆，你要喝的。反正都差不多。来，谁喝？我先喝。哦。璇姐呢？其实今天重感冒，她在发烧啊。她发烧啊？之后也退休。退休了。我以为她要退休了。他以为她要帮他求情耶。录个节目，以为她退休了。感冒给他退休了，这么脆弱，好严苛，我还需要他，还那么年轻就要退休，我还以为你要帮他求情哎，对啊，没有啊，不要，哎，你真的就让他准备喝完了，哎，萱姐好可怕，我忘了，一次，退招。队友帮我演，队友帮我演，要谁？只剩我啦。张文琪啦，你要演哪一个？演谁？哪一个？哪一个字你看不懂？我觉得最后一个大凯那个很不清楚啦，演一下，真的。陈哥那个，演第一个是宇强那个，其实我也演第一个是，第一个好，来准备，文琪会你演吗？你是我的演，他演谁？这是什么啊？敲，倒脚，哎呦，太多，气球，哇，固是的，固通。澎湖最有名那个什么河豚，河豚是河豚，哎对，有毒，最起码有事啊，刚打鱼，他那个不是，他那个钓鱼，我把刚刚带哦，钓什么河豚？东哥，而且眼神真的太真诚，会一直相信你，真的啦，他什么没有，就是真诚。我们30秒已经开始了哈，啊真的，等下30秒开始，是我们是这样玩。哎，什么玩鼓？大开，他这样，然后他先这样，河豚啊，乖乖鼓啊，然后嘴巴这样鼓啊鼓。确定是吗？古蛋，
五蛋，炸弹，五蛋，五蛋什么？五蛋，五蛋什么？古代什么？牧羊犬。古代牧羊犬。虽然没切。古代牧羊犬。古代最有名吃什么？牧羊犬。古代犬。犬。古代什么？古代飞切。那还是什么？飞天球。古代飞天球。古代飞天球。古代飞天球。喷。古代不会出不来。我想知道正确答案的古代飞天球，来选号码，快了快了，马上就加油加油，来，所以音接近比较多，对，代飞，今天苦茶有叫整桶的哦，天哪，我要全喝完嘞，真的全，有这么快吗？哎，我帮你喝完发烧啦，加油，好 ，thank you，th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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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哎呦，哦，哇，真的很好，哇哇哇，一口井，我天哪！哇，对，海亮，海亮哥 ，man 啊 ，man， 男人呐，真男人，看起来好苦哦。主持人一字题，好，你好好提。最后一个字球，球，对，就是球。这个字球，对，而且是篮球的球，对。哎，篮球的球。你为什么提那么显而易见的呢？当然了，你知道吗？我知道，很明显呐。好，啊，就那一个。不行啊，你已经提示完了。第二个字。第三个字好不好？你再要求算了。还讨价还价？啊，你说什么？第二个字，第二个字怎样？第二个字是第二个字蛋。蛋。你不要再提这么显而易见的。不是。都显而易见。对对对。那你自己选。他说不是蛋。已经提示两个字给你了。不光这两个字你也该出来了吧？啊。单单哦。单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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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什么球啊？阿健老师的提示。三几嘞嘞，够三几嘞嘞，三十秒开始。阿健老师，你作弊一下，第一下。阿健有哪种什么球？扣薪水哦。对啊。单飞。阿健老师作弊哦。前重点，民工听不懂。三。什么球啊？二。一。奥运最近有看有什么球是五个字的？奥运的奥运最近奥运比赛项目，不要变的，而且是冬季奥运也有的，铁人躲避球，好看。那你刚不是说人要打排球？各位各位，第二个字，我觉得现在我们都不要干扰，因为观众朋友也累了。不是，其实我们也累了，没有要干扰这么久过。好单呐，好单哦。你可不可以好好演一下？我觉得哈，我觉得我告诉你啊，我们把那注音提示出来。好好啊，好不好？把它写出来。哦，这样应该出的。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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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健老师多弹一点好了啦。陈思璇，陈思璇，我们还在录，你知道吗？陈思璇，阿健生病，哎，阿健先发，再明显也不过了。哥哥不服气，太好过。阿健老师到底弹了？这好像那个尬的，服不车，服不车。我想问一个人，那个古代，古代什么？古代牧羊犬，古代，古代牧羊犬。我跟你讲，第二个字叫单呐，单元的单，单元的单呢？双单的单。还不知道，这样还不错。我们都用谐音呢，我们都是谐音呢。单什么？现在什么？阿健老师在谈什么？阿健老师在谈什么？不觉得很耳熟吗？不补习。他一定不知道，他们没有在听歌啦，不知道啊。他的脸好无助哦。他们听不到你。他们听不到。跟你讲啊，一首歌名，他们没听过啦。有，大家唱一下。一首歌，唱一下，唱一下。这首歌很红。这歌非常。唱不要唱副歌。原唱人，原唱人。前面两句。原唱人。啊。你的手背带着我的的的的习惯，你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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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为什么是你？我想很快有首踢到八掌就讲半球半球了，歌单波波球，什么北半球？对，什么北半球？古代北半球，古代北半球。你们很早就讲半球嘞，对，半推半一半，半球半球，我讲半球好，一推就很好推啦。你们都古代北了，三杯半球，你们一定要全部喝完。我们都没有骂他们，你看这一队骂成什么样？好生气啊！没有公审的感觉。来，答案就是古代北半球。我早就说了嘛，你看，第一层好难啊。好，四比二，所以恭喜我们奶奶的获胜，天才队获胜。换队了，好，接下来跟你来了，天才，换队。